哦，系啦，我要澄清翻先，系啊，我啲记忆都系啊。一半一半嘅啫，咁有人話係，琴晚嗰個聽眾朋友講到呢一對嘅神獸係有開光嘅，我哋琴日仲話啊，你係天主教徒啊，唔係基督徒啊，天主教徒點解都會開光嘅咁樣嘅，當係啲風水物品咁樣啊，咁所以係有開光，但有如果係有開光嘅嘢，咁但你又冇供奉啦，咪擺埋咗一邊，咁走咗唔出奇啦，係咪？佢未必會喺度啦，咁所以究竟真係走咗冇嘢啊，定係有其他嘢入咗去咧？咁啊，媽媽就話冇啦，咁睇下有冇其他。啊嘅解釋或者其他嘅原因啦。好，我哋聽下電話先啦。恐怖多一點 ，Hello In。Hello。喂，其實咧，我真係原來唔知係你同阿師傅去嘅呢一單嘢。新娘談啊？係啦，原來你嚟嘅喎。上次都上嚟倾偈啦，都知道你周围去啊咁样啦，咁啊咁啱辗转就知道你就系嗰、那个同阿师傅感应嗰、那个吓、啊、事主啦，咁样啦。喂，咁费事就系斋讲唔去做嘛，咁咪又试下咯。好啊，喂，嗱，其实咧，你讲翻你嘅感受先，一阵间我先睇嗰段片好冇？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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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啊嚟。我是第一次咁样招嘅，咁系真系拎住啲道具，跟住咁中式咁喺度揈，跟住咁样嘅招灵啦。咁、听讲咁样嘅招灵都算系都大阵仗噶嘛。系啊，即系你唔系普通啊玩下笔仙咁样嗰啲通灵嗰啲咁嘅，直头系即系招附近嘅灵体，即系大范围招啦，你唔系招一个半个啦。咁都开头有少少紧张，咁都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噶嘛。咁、你新娘潭里面住咗嗰啲好耐噶，你唔知佢善意定恶意，或者你个人顶唔顶得顺噶嘛。咁就有少少紧张嘅。咁啊，师傅好好啦，咁啊喺我手心嗰度写咗几只字。你有咩醫鬱嘅時候就可以啊自保咁樣嘅，咁都定啲。咁後屘招靈嘅時候，咁需要一啲時間啦，因為都未試過咁樣招，咁啊盡量配合師傅嗰個講法，即係點樣做，我就盡量去做啦。咁招嘅時候，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我自己有少少我講過咁嘅少少通靈嘅體質啦。咁我原來我 feel 到嗰個靈嗰、那個。靈體嗰個反應咧，同我平時有少少唔同嘅喎。我啊，淨係感覺到我只腳好凍，係凍到好似淨係只腳擺咗只左腳擺咗入雪櫃咁，其他身體地方都暖嘅。即係我就算左手啊、個頭啊、右手右腳都冇事，淨係唯獨是我只左腳好凍，凍到係有少少即係有啲麻痹啊嗰啲咁樣嘅感覺咯。我唔知佢唔係攬住我只腳，因為我睇唔到。哦，我係 feel 到啫。OK， 係啦。好啦，咁嗱，呢个就是最初嘅过程啦。咁但后来话听到一个男人嘅声，好似答你哋嘢喎，系咪啊？系啊，回向嘅时候，系 啊，回向嘅时候，零零四四听到远处系有男人讲嘢。咁因为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嗰个时间附近其实冇乜人啦，亦都唔会有人无啦啦即系走去嗰度见到人哋招灵，仲走到咁埋嘅。咁嗰阵时就冇人。咁唯独是回向嗰一刻，真系听到个男人好清晰讲嘢，讲两次，但系佢讲咩就唔知道，但系好明显系男人声喺度讲嘢咯。咁你觉得嗱，头先师傅就话可能啊，系觉得好啊咁样吓，咁你觉得系咪咁样嘅一个反应？类似咧，佢都系讲咗三个字内嘅啫，即系捋咗下咁样咯。系啊。咁、那个冻嘅感觉一路缠住。一路缠住，一路都有喺度，直至师傅做晒所有嘢之后，我离开嗰个位啦，跟住就冇嘢啦。但个人都 keep 住都系比较冰，唯独是左脚得好劲啫。嗱咁啊，我而家一路睇翻条片啦，好嚟、听翻个声啊，好嘛？好啊，好啊，我哋一齐嚟。我会做一个回向啦，就系俾个新娘潭呢度嘅所有嘅众生啊，少少回向吓。咁啊，千金上城，小心点啊！起，我听到有人讲嘢啊，男人今次，我都 feel 到，哦，就系咁啦。喂，你好淡定喎，阿 In， 哦，你唔系好惊咗？唔系，我未去到好惊，因为呢啲情况我都都唔好话惯常啦，又唔系成日遇到嘅，但系都如果师傅喺度安全啊嘛，咁又唔系自己一个，咁咪就
淡定啲咯。喂，問題咧，因為嗰個太嘈啊，好多水聲。係啊，冇錯。所以你話咧，我哋即係頭先想嘗試聽下，佢根本聽唔到，冇可能聽到，太嘈啦。條片我都咁樣，好多水聲。你有冇聽翻咧？你自己？我有啊，有聽過，但係因為都係太大嘅水聲啦，可能現場聽，因為咁嘅，又唔止係得我同師傅兩個，唯獨是得我同師傅做回向嘅時候，我哋兩個聽到。嗯，咁都好趕人嘅，我諗就。哦，當然都係嘅。咁如果你相信係哇好，咁啊真係好啦，即係收到你嘅信息咁樣。咁呢次係咪好真實或者係最貼近嘅一次咧？算係。可以咁講，因為其實我玩呢啲咁樣嘅探靈咧，又唔係第一次。每次嘅感覺都唔同嘅，咁有時會 feel 到一大堆喺附近啦，即係唔會話直接貼住你。咁但係今次佢直接就貼住喺我只腳嗰度，嗰個感覺又真係同平時真係唔同嘅，我都覺得好神奇啊！點解唯獨是淨係左腳唔動，即係左腳動，咁其他地方又冇嘢嘅咧？咁咁翻到屋企有冇見到有啊爪痕啊嗰啲瘀痕咁啊？冇啊嘛？咁又冇喎。O K， O K， 好啦，咁呢次嚇咁啱，原來就係你去嚇、一齊去感應啦。下次有機會我哋揾埋你去啦。好啊，咁费事就系得个讲字，啲人又唔系好信啊嘛，咁咪去睇下咯。系嘅，啱嘅，即系所以咧，我哋嚟紧发现咧，即系啲女仔咧系好大胆嘅。我即系我哋嚟紧同阿霍哥亦都搞一个吓灵探啊嘛，咁好多女仔都好愿意嚟嘅，参与嘅，唔惊嘅，好嘢喎，真系。系咪真系唔惊？有唔系佢哋唔惊嘅先。咁我唔知啦，最后可能真系惊嘅，你冇唔知发生咩事，但系佢起码够胆上嚟，系话我要去先啊嘛，咁样咯。都系嘅，系啊，预我啊，预我啊。好啊，我睇睇而家情况点样吓，好唔好？好，thank you。好啦，喂，多谢电话先。OK， 拜拜。好，拜拜。咁究竟高龄人士头先嗰条片里边又有冇见到嘢咧？好啦，头先个个案咧，咁我收到啊师傅的留言，刘定立师傅听说什么先啊？他刚才你那个听众呢就说他自己身体有些问题，是不是详情是怎样？我看看可不可以帮到他手。哦，好了，嗱，即是说呢师傅现在认头先，暂时肯认头帮手处理一下。好了，那我就将师傅和刚才那位求助的朋友呢就互相之间联系了先。初步要看看究竟是不是这件事，我相信师傅应该可能会问祖师爷啦，这一单事是什么啦，他们如果觉得真的帮到或者值得可以帮的，那就会出手的，我相信会这样。好了，既然在节目里面大家好找到一个对口单位，那我就会继续 follow 这件事，都希望刚才那位朋友不用怕住，因为有师傅觉得可以帮到啦，咁所以有时就系咁样啦吓。听一个节目咁啱，大家都希望可以喺共同一个环境、共同一个时刻里边做到啲嘢吓，都系一个缘分同埋一个功德啦。咁可能一个灵体佢都唔愿意俾一个师傅入咗你身体噶，咁佢都惨噶，即系佢被控制咗落你身体，你又惨，系咪先？咁而家咁可能系有机会将两件事分翻开，咁大家都各行各路，应该会好啲啦。好，听下电话先，林小姐 ，hello， 喂，喂，喂 ，Evan 你好，你好。你好啊，系啊吓，我有个朋友 send 咗张相俾我，咁佢屋企出面咧就有座桥冇啦，有座桥，咁但系佢夜晚影咧就有啲恐怖嘅，但系我哋又唔系高龄人士咧，就睇唔到有冇啲灵体啦，所以就 send 嚟俾你睇下。喂，人哋结婚嘅桥啫，冇嘢系嘛？其实突然之间会出现咗喺度，其实都几奇怪。是的，同埋佢系话因为佢影唔到近俾我睇啦，佢就话有啲琴毛丝芒喺度啊。哇，咁真系好耐噶咯。系啊，因为如果你啱啱结完婚咧，用过咧，咁其实就唔会有即系啲琴毛丝芒呢啲噶嘛。呢个咩村？所以其实青衣嘅。哦，青衣，大黄新村嗰啲咁嘅嘢系咪啊？我 exactly 我就唔系好知道佢个村个名，不过就系青衣嗰、那个系青衣村嗰度附近。哦，应该知啊，因为后面我哋就系上去嘅就系嗰啲咩啊鬼仔湖啊，鬼仔湖应该系。啊系咩？系咪系嗰头？系啊系啊，我都唔系好清楚。
咁可能會唔會有啲青衣之前做一啲法事或者唔知咩打照咁留低咗喺度咋？其實係。咁就冇聽到啊！就係佢突然之間出現咗嘅座橋咁，所以就覺得係呢兩日咯，呢兩日。咁你個朋友係啊，而家又唔係清明，又唔係清，即係過咗清明啦，而家都。咁唔會清明又起事嚟嘅，唔關事啊，係啦，可能道具嚟啫，拍完戲咁樣啦。我哋都有懷疑過，可能係拍戲嘅，不過但係又附近又。即系冇乜可能就有冇即系讲嗰啲 call 嗰啲有冇人见咯？你个朋友就系住喺后边嗰间屋啊，定系咩啊？对面近，佢唔想佢唔想出，所以佢佢都惊话会影咗出嚟见到咁样。咁惊，应该你唔系你嘅朋友最惊，而系后边嗰间屋惊啲，系咁对住佢，其实系系咪啊？佢就系都望正嘅，所以就影咗出嚟嘅。所以咪话咗俾我知你个朋友住边间屋咯。嗱，望正咗啦，个角度见到晒啦。唔系，佢都系左右附近嘅。好咯，咁就点啊？睇下人有冇人回应，点解会无端端有道桥喺度系嘛？佢想睇下个桥系咪真系有冇嘢咯，即系或者附近。哇！呢、這个桥咧，好像唔喺新涼，因为咧，喂，好像唔喺新涼潭咋？哇，大佬，如果呢座桥喺头先个新涼潭，哇，吓到扑街，大佬咁样。其實呢度都好陰森嘅。其實 有朋友就話經過過，即係喺佢嗰附近都多嘅。係佢呢度，咁我哋唔係高齡啦，咁我就睇唔到啦。咁有高齡都話睇過去呢度附近都有都幾多嚇，幾多係最其實呢度如果我冇講錯呢條村啦，咁其實有好多廟噶嘛，大大細細有多廟嘅。咁佢哋係嘛喺廟度唔出奇嘅喎。佢附近冇廟係全部有啊，係有廟嘅，有嘅有嘅有廟嘅。唔係再過啲，係啦，如果係廟咧，係要再過隔一條村嘅，過一條村。唔單止啊，仲有啲可能一個個小嘅土地公啊，嗰啲廟仔啊，喺路口嘅，有嘅有嘅。啊，都唔出奇啊！即係呢啲舊村都會有嘅。哇！如果呢個橋冇人要，咁不如可唔可以送咗俾我哋攞去攞去新涼潭得？你可以，咦仲可以？系喎，做 pops， 哇！你边度揾啊？呢啲桥可能好贵噶，唔知系咪啊？正喎、啊。其实都几奇怪，冇啦，即系你系除非拍戏嘅啫，我觉得。如果唔系都唔会有桥喺嗰个村入边啦，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俾你睇下咯。好啊，咁啊睇下回应啫，纯粹咁咋嘛？系啊，冇错。好。咁你个 friend 冇乜特别嘢嘛？佢都睇唔到，我哋又睇唔到，所以想睇下你睇唔睇到。好 ，OK， 就咁话系咪？系啊，好啦，系啊，多谢你啊。OK， 好，唔该晒，拜拜。OK， 拜拜。哇，听日就冇咗啦，我估系咪啊？唔知，不过有人够胆拎走嘅真，或者真系有人嘅咧，咁就可能都唔知点啦，摆咗喺度咁样啦。淘宝有冇得卖呢啲桥咧？子瑜，唔该。喂，真系好正喎！我而家即系都要谂啲嘢去吓阿 Fogo 噶嘛。哎呀，如果我讲咗出嚟添，哎呀，佢应该听唔到，唔紧要，系啦，因为我哋会做一个搞鬼啲嘅灵探啦。咁但系咁大条桥，系啦，攞去又真系好鬼难搞噶。不过喺新涼潭见到咁样嘅桥，真系非常正，那个效果我应该都系非常之精彩啦。咁好啊。睇下點情況先啊！喂，今日咧趁少少時間咧，咁啊，我想跟大家分享少少嘢。嗱，呢個咧絕對唔係鬼嘢，反而係神蹟嘅嘢。咁啊，特別咧，我想同一啲嚟緊我哋有機會去台灣團去拜財神嘅朋友咧，真係少分享咁樣啦。啊，正正係發生我自己身上邊嘅。咁因為咧都可以講嘅，照計係啦，嚟緊。因為財神 Wilton 啊，即係一個財神嘅童身啦。如果大家知係邊個啦，咁我哋好多台灣團咧，即係佢都幫我哋手去揾當地嘅人啦，去處理一啲嘢啦。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個機手啊咁樣啦。咁由於咧佢收到信息就話咧財神係要真真正正落地於香港啦。其實本來都有嘅，如果大家有記憶咧，喺荃灣佢有個宮下就都有一個細細地嘅地方啦。咁但係由於嚟緊財神話我要落地於香港，植根於香港，將財神文化咧就多啲轉移嚟香港，咁等香港朋友都可以拜到呢個武財神啦。
咁所以咧就需要咧就话叫阿 Wilton 咧就喺香港要做一个比较大啲嘅财神庙啊咁样啦。咁你知啦，哇！即系财神庙要做一件咁样嘅事，咁要咩啊？梗系要金钱啦。咁咁啱佢哋又即系其中本来话有机会投资嘅朋友，你可能又唔知熟沙又褪太咁样啦。咁啊令到佢哋计划都有少少嘅一个阻滞啦。咁我听到我又突然间谂起，既然我哋都咁信财神啦，咁我哋要带好多朋友过去，咁我内心啦就有少少嘅贡献嘅，咁我就冇话俾 Wilton 听有几多，系啦，冇话几多嘅。好啦，咁我自己谂住吓有少少贡献啦。咁点知今日咧，即系喺我自己身上面发生有一件事啦，咁我唔讲太详尽啦。咁我就突然间醒起，啊，不如求一求财神先啦，咁样。咁我咧。就喺手機啦，咁啊 search 武德宮啦，咁呢個就係財神總廟嘅武德宮啦，喺台中啦，咁我就揾到財神個樣啦，咁樣，好啦，我就同財神講咗少少嘢啦，我話如果呢件事咩咩咩嘅咧，咁樣，咁我就將我本來願意捐嘅嗰個金額啦，我就 double 啦，咁樣。好啦，咁點知呢個神奇事件就幾個鐘頭內發生啦，咁因為呢、這、一個。要造成呢件事嘅系好难嘅一个情况嚟嘅，加上而家呢个环境啊，呢个时势咁都比较难啲嘅。咁但系竟然间，我喺啱啱今日呢几个钟头里边咧，系完成咗我自己想做嘅一件事。咁当然嗰件事同啲金钱上系有关系噶。咁竟然就真系发生，就真系发生咗。咁所以咧，我即刻打俾 Wilton， 哇喂，今日呢间嘢。真是神迹嚟嘅，系唔会可以咁快脆发生到嘅一单嘢。但系就可能我本身已经有一个念出现咗啦。咁再加上我又对住财神啦，所以好得意嘅。有时你未必真系我屋企唔会有个财神像喺度啦，但系可能靠你嘅诚心啦，或者你有少少嘅一个咁样嘅天地线一接通嘅说话咧，可能佢就收到啦。咁我就。系啦，同阿 Wilton 讲，喂，我唔系中六合彩，系啦，唔系中六合彩，系啦，中六合彩嘅嘢咧，你都会觉得好似好好好有点样讲，你要好有运先得噶嘛。咁嘅嘢唔系中六合彩吓，咁但系我要完成呢件事咧，同六合彩都虽不中亦不远噶啦，少少啦咁样啦，系啦。咁我好多谢系啦财神嘅眷顾啦，所以我好想同大家讲，如果你系嚟紧有机会参与我哋呢个台湾团去拜财神嘅话咧，咁啊希望大家真系诚心啲啦，咁样啦。所以仲有你唔好喺你求一个神俾你乜嘢乜嘢嘅同时间，你就要谂你应该贡献咗啲咩俾别人先。即系我觉得会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系调转去谂嘅说话咧，喂，你俾我先啦，我先俾你啦，咁呢样嘢可能咧又未必咁容易俾你得到。其实你系要自己发心去做一件事，系冇任何嘅原，即系冇任何嘅交易情况之下，你系发心做嘅说话咧，好可能上天先知道你系一个真心去做呢件事，系啦，仲马。傻仔嚟嘅，中马中咗几多钱？好，咁我想话俾大家知有呢件事啫，系啦，一个念力啦，好可能真系个念力啦，系嘛？其实系噶，你对住一张相，你就可以做到一个咁样嘅交感都唔出奇，正如同一个灵体交感都可以系一样啊。好啦，有啲相几得意，有位朋友 send 咗过嚟嘅，咁系咩嚟嘅咧？睇下先好嘛。嗱，呢一個資料咧，佢今日就咁 send 過嚟啦。咁係咩事咧？原來咧就喺馬來西亞，就話一個墳地，就有一個山墳。原來咧，講緊啊，係1995年去世嘅一個先人，但係原來一路浸住20多年都不化。哇！大家見到啦，有咁樣嘅形態真係出現咗。哇！咁佢真係～不化都好紧要，因为如果你所谓有啲唔化嗰啲咧，未必见到晒个样噶嘛，可能只系啲骨啦同啲肉啦，仍然未分离得咁多啫，系咪先？但系如果见到晒成个样咧，都好清晰咁样，系咪？有冇啲 feel 啊？大家系啦，咁我问佢喺边度发生嘅，咁佢就系话喺马来西亚咁样嘅。
哇，咁样会唔会对后人又唔系咁好咧？嗱，即系传闻就会咁样讲啦，即系如果当个先人吓，你发现佢唔系好化嘅咁样，会唔会后人嗰个一路嘅运程都唔好咧？咁嗱，唔知啊，呢个喺网上嘅资料啫，仲有冇其他上噶？好似有嘅。系啦系啦，咁我估因为知道佢唔化，咁会唔会就已经掘出嚟成副嘢，不如就烧咗佢啦？系啦系啦，冇错啦，最后就咁样烧咗啦，不如就火化咗佢啦。啊，我记得我之前咧嗰次同阿 Frankie 同阿 Carmen 咧，都系由一位拿督咧吓，咁啊引领我哋之下咧，就去咗现场拍摄呢啲火葬嘅片段啦，正入到去啊！我记得我系揸机怼住嗰个口去影嘅，咁啊出嚟都系呢啲效果，就喺火葬嘅场地里边咧，就系见到啊呢啲咁嘅骨啊，咁啊系啦，就化晒啦咁样咯。好，咁啊多谢咧朋友提供咗呢个个案嘅。好啦，嗱，今晚咧最后一个 case， 咁你其实啱啱刚刚收到。还记我哋喺直播嗰晚，即系去睇《The Woman in Black》啦。咁啊，喺节目分享嘅时候，有位朋友叫阿小强，咁佢咧就讲咗单嘢啦。如果收费嘅朋友一定会记得啦，就系佢姐姐就好多年前听到我喺电台嘅节目，就话佢应该只女鬼借助佢嘅身体或者佢把声，就讲咗单嘢出嚟啦。啊！呢、這个唔重复啦，咁样啦，咁就系呢位小强，咁佢啱啱喺屋企有单怪事出现，咁咧同一张相系有关系，嗱，而家真系好好啊，即系大家咧，可能影嗰啲相过嚟啦，咁样，呢、這个系一个咩嘅摆设咧？我估系一啲财神，系啦，好啦，做咩咧？我就问清楚佢啦，嗱，佢系佢原来屋企一个咁样嘅财神。每日基本上咧，佢出门口嘅时候咧，就会见到佢向出嚟嘅。但一翻屋企咧，就会变成咁样。佢有啲声音档案噶嘛，过嚟未？一阵间我吓听听佢讲，佢就话：咦，点解每一晚翻去就转咗嘅咧？个底又唔会喐噶，屋企冇人噶。佢就好得意，永远就咧就转咗埋去啦。咁我好想睇下有冇人帮手睇下呢个财神有冇嘢。咁样几得意喎，呢一个会唔会唔系净系饰物咁简单噶？我唔知佢会唔会吓、啊、又攞嚟拜下啩？不过唔会啦，你唔系一个特别嘅神像，纯粹一个饰物啫，你唔会真系又喺下边拜嘢噶？我估，咦，唔通屋企真系仲有嘢？好嘛，好，我应承呢位朋友阿、小强先。咁我听晚或者后晚再揾高龄人士帮佢睇下佢屋企呢个吓、有冇事件，点解会自己转？咁不如听下佢自己讲先。每次见到佢，都系咁嘅。佢翻屋企都系见到佢咁。正面咧，平时我系用正面咁摆喺度嘅，但系咧，佢每次翻到屋企，佢翻嚟嗰阵就变咗咁嘅姿势望住我哋嘅，但系冇人掂过佢嘅。我谂住叫你睇下啲某啲高龄人士 feel 系冇嘢，我就 feel 唔到里面有嘢嘅。但唔知有冇啲高龄人士可以 feel 到咁样咯。因为我始终唔系咁敏感啊，就算我识 feel， 我都冇咁敏感啊嘛。系啊，所以叫你睇下高龄人士见唔见到公仔里面有嘢，佢日都系咁噶。我移翻正佢，我女友移翻正佢，我工人移翻正佢，佢第日都系望住部电视噶。哦，望住电视。佢里面有嘢系佢自己自转啦。嗱，如果佢里面有嘢咧，自转我唔介意嘅。我担心有其他嘢推动到佢转，因为我间屋里面有痰，正常就唔会有其他阴灵嘅。咁如果佢里面本身系有个财神仔喺度啊，咁佢自己喐，咁我梗系唔介意啦。喂，第一，小强，你应该而家听到啊？喂，你家姐咪高龄人士嚟嘅，应该自己讲啦，点样睇到嘢噶嘛？你点唔叫家姐望一望先？系咪？呢个第一。第二，我都同意啊，即系有人讲话，喂，装 cam 系。装个 cam 喺度啊，不过我唔知识唔识装啦，因为要你长期夜晚，啊，你屋企可能都有啩，会唔会啊？有冇嗰啲录 CCTV 嗰啲夜晚夜视嗰啲啊？怼住佢咯，睇下今晚仲转唔转咯，系咪先？或者你试一日，
佢唔喺呢个位置，你直接喐咗佢另一个位置，摆可能喺另一个长嘅位置，系啦，台嘅位置。咁睇下佢又会唔会因为唔同咗位置而令到佢唔喐？可能会唔会系咁啱佢你摆喺个位置，其实有一啲气场影响？我谂唔会啩，我唔知佢几重啊，好嘛？咁你即系试一试用唔同嘅方法先，一系装 cam， 一系就你搬咗佢另一个位置，睇下佢会唔会第二日去翻嗰度？哇！你仲惊？知唔知会系咁样？嗱，你今晚好嘛？试下先。咁不如咁样啦。你听晚做完个实验之后，再话翻俾我哋知，究竟啊呢个财神吓点样咧？哦，有人话要唔要钱买？系啦，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点样得嚟，或者你本身喺边度求翻嚟啊，或者系 bid 翻嚟啊，淘宝淘翻嚟啊，会唔会咁样啦？唔知道啊。咁啊，睇下你再俾啲资料啦。我想问头先咪话揾阿子瑜去揾桥嘅，会唔会有啊？淘宝真系有？好伟大啊！淘宝几多钱啊？系咧，应该有啊。呢啲国内系咪中式结婚又唔会有咩咁大不了、啊？几多钱啊？1300多蚊到3500多蚊啊？值唔值得买一条桥去灵探去新娘潭咧？都有啲值得、啊。咦、欸？做乜佢花晒嘅？有冇平啲噶？用一次嘅就大佬，有冇啲唔好唔使咁靓噶？冇啊嘛，得一个画面咋系嘛？千零蚊拍个名灵探翻嚟抵，可以谂下、啊。好啊，我哋希望揾到啲平啲添啊，咁样。邵氏片场冇啦，我系见唔到啦，放心啦，冇啦，冇啊，系啦，好啦，咁啊。等听晚的回应啦，咁我记住听晚亦都会帮各位朋友啦，头先求助嗰位啦，同阿师傅去联一联，睇下个情况会点样好嘛？咁啊喺节目里边都会同大家交代嘅。好啦，咁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咁啊听晚亦都有啲高龄人士吓好耐冇见嘅，咁啊听晚会上嚟分享个案啦。好，听晚我哋再见，拜拜。不同的空间却因为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